来做一支花柱，首先要找适合的物料亚克力胶板，然后是热弯工序，将胶板加热曲成合适的形状。我系咪依家首先要将呢条线对落去一条白线？系啊，对啦，而家 OK 噶啦，即系其实而家都差唔多啦。好啊，我哋放上去先。呢个要冷却要等几耐啊？基本上十秒钟就可以好啦。之后的工序就是组装部分，首先要装饰纸筒，然后将它放在花柱壳内，当然还有装光管。花柱其中一特色，除了花样多变，最特别的就是它的磨打。贴好招牌贴纸，盖好盖面，一只港式花柱就大功告成。